情的话，接下来还有都看进去的进去很多啊，不然你估计呀。
们这广州的人们呢，一般都是在集中民族啊，集中民族抗集中民族的这个啊，集中民族那个农民，他和当地那边这个啊，无奈说，无他们受啊，对，然后再来一个话。会有天官呢，啊，会有天官，就是什么呢？在做在做法，这个我们记住了，这个我们记住了，啊，在做法呢，这个重要一个，那我上来，要点，那要先要快一点。你我在关要在关，这个哈，所以这个钱，因为然后中间这个南京那个东，那个姐姐给他家去管理嘛，准备到了，没到了。那么这个关是哪个钱呢？是钱哪一关？钱钱钱，好，那么这个关是哪个钱？是上地干粮，追压。中国的话这个呢天魔人然是人然今天所苦所不明啊，那就叫观心的眼睛，观心常常事情留下来，你不要把事情放在外面来工人穿了正官进来就那个大兵呐，从到这的时呐，掏金兵掏过来的，第一步的金兵掏过来的，给高速接出来，金兵掏过来的，五千文，啊，五千文，这五千文这官是的名啊，哎，带动起来，这个是啥？民族靠法的经验，人起码是多当的。搞那么多年，我六十五块钱每年拿回来的，上面的都用来，哎，其实啊，领导就比较难，现在民主靠的是多少钱拿来呀？啊，人民民靠的那是多少钱就，哎，精英啊，精英靠的，这是新兵的背景，新兵的背景精英靠的，其实啊，他都，那他都是干部啊，全部干部啊。所以要做一些要保护人家，这些人家的关节里面是上帝打的，啊，有上帝，上帝是这个华人的，干的那是叫做昆仑，哦，所以嘛来用两个地方，天，里面再进一步天。天是上帝，命就是干的，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啥？天古之命，天命，天命性。所以个人古命了，啊，个人中古天说父母之命，父母，天呢，上天父母之命，这个就是感觉很富裕。这就是说在境界，境界和境界的境界要标大，标这边，所以这边最大。你看，叫万里，现在，啊，回头叫什么？境界，上面的境界是你，在境界里呢，啊，不是，那叫做心，这个呢，我一个什么？没有。这边我们就搞，你这方面，啊，你嘛没你搞啦，那个就你也当，哎，那个啥，做干了，去做也行的，对不？还有一点，在底下听一下，我这边我的看法也要看法的，对，我这边我的那一对，听一下，对，哎，是天命在底下，这个谁在？这是金经的，
要拜这一块，他的原料得用掉的，得为就得叫你来调整课，所以今天连嘛就是关键的点，其实这是需要你的干练天衡之间，啊，全力的力量，还是天力的。那么再来，在空间的宽，宽起来是出入之门。Thank you.
thiện thiện thế quan á, thiện quan á, cái này chỉ sao đây thiện quan là gì đấy, thấu biết thì thấu biết nhất thì chỉ ra đấy thôi. Thì chứ mà cái
端挺弯点点的点出现在门框，那这个门框你在有关的这种事就在出现在门框，全体来的将近流的出现在门框，那么这个门框你在你就是这样的思考啊，对，所以对你对来说，这样你们已经把进展过来，
生也好，做家也好，做即个讲本地事做发展方面，也有家做后壁来，叫做口才讲。其实做家先英文嘛，啊，有家才后尾英文嘛吼。啊，咱即摆用即摆现在是用家英文嘛吼，啊，嘛都口才。所以咱讲咱人啊，无心啊，啥乱聊，放出，啊，无主题完全。所以你看你看你看说的这个方寸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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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第二把这个叫做无名道来带动的无名道啊我们看到一一方面挂挂来很近这些来这样他会觉得说无名道啊那受尽飘呀天云呐相对几好，好，天人相会几好，人缘温同一个几个。归根好病，归根不病，归根好病。
出去了很多，这次内蒙古我也得去一下。我一般过年在街上一般打个针给父母家，兄弟家，对吧？现在我们国家一般在这个北方国家，北京啊，那明天你去家接接你看，天天接接你家，完全是一样的，比较这个天津的习俗。温情的形容。
好，秋季我推荐有哪呢？接下来刚才我们都讲在非常工作上头，因为那是秋季的湿气的心，湿气呐，昨天的湿气的心呐，未来年老了就老了没有注意的，反正干不得，好，你也你也关心你还长，你也关心还来长上天的年还来。你这样子啊，你是用用那个好天的阴天设计呐，咩来调啊？你最起码拿用好天来设计咩来调啊？多少多少？你交钱不是季节，不是季节，你交钱弄什么？夏天，还到冬天，那无论哪种地啊，到后面都要调调哈，什么叫来去啊？所以，现在老多老公还有来调调那点啥呢？这个你一定是挺能看明白的，是不是啊？这个点我怎么来安装？哎，那哪个地方出价也高了？这个呢？这个厂这这很高，一根都不拉，这出去了，出去了的话一根不拉，听听。东西做哪个点？做哪个点是相关？那些点的东西不难，哪来的巧嘞？就这个点，你那个巧方法来的，跟你安排的还不太巧。他想谈他的人生事业上的进行进行，这都不好的。你企业运行好的嘛？啊，进行一进步的嘛，必要的嘛，这不一定好的说的。另外一条的人，另外一条是天人上的基础，另外一条是心人上的基础，另外一条是心灵天人的基础。你话嘞，我们这大环境啊，大环境里头天天在都是规范出来，是不是？比如说是工地安装啊，不一样，是不是？这全部都要出来搞出来，这个管理，人家这装管理家有钱，这底下也是他，也是他的工地了。如果天天的给我的那你可以现在出来比如表演出来他会发现你的意义他会发现你的意义啊你啊第一步给他今天给他修这三步修要全的修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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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东西也比较的，他讲清楚一点，啊，这一块一点，他都不会弄，很关心的，啊，这个都不会去提高你的，哎，听他的，嗯，三四也很好的，是不是？嗯，三四也很好。
样也就是每天说爱在那哎呀你们重要吗你看在我们呢姐姐在一下回来台湾了反正你姐姐在一下这个高考中我呢我考虑你在台湾考虑你得爱一下春雨在中心来你们有哪里话我来公开小的啊这都是一个起码因为你大家要很代表很期待哦懂吗当下不在哪还有就是你们各方法这要不怕话呢不犯难过对不对他们会说少人再说一个请你
全都是流浪。提来就是咱台湾人，好、哦，哎，官就是要出，这个出个你把要通啥？说你要通啥？你把来等于通啥？说你文化通啥？你看巴西的巴西的人家，这巴西人家啊，这官巴西的呀。我这还是呢，这个骨头里面要松一点，你再去感觉，再去解决方面，去解决方面，就对老百姓这平安国家的这平安，就是这骨头里面弄出来再解决吧。好，这听啊。来帮你去保护嘛，来帮你嘛，那花帮你嘛，来这一个，无聊无聊，心思就出了，不能是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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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人家厉害，好，这个呢，所以呢，对两个人来讲，要硬些的，硬些的，大心些的。心理啊，这是第二、第三出来。那今晚分出来，来分你出来，哦，分出来，不行，你怎么做完了？怎么做完了？你出去啊，阿不给会，阿不给会就关了，阿不给会就关了，马上去，再出去，对吧？今晚出去叫，出去叫心理，不管了。出去应用在你的心和心，心和心，出去。我嘛，大家想想看嘛，那个人体身，内分泌出来，内分泌出来，肝部咱们在外面插的，这个是心脏，怎么安在心里？开始安尼，拿想想的，家己也安心，我放心了。家己就拿想想的就对了，想着每一分出来就对了。哎，不经过天干，看不着就再出来。我听到出去就好多人讲，出去就平平，出去就平安，就来平平的度过，就要出来平平。所以这些光你这三性哦，台本来就嘛，风来风去啊，但就嘛不来化解三大性。心里拢应着，心里不管是一把出来后，出来后一把后，心里啊一出一进，拢装金贵。天官的看你，安尼安怎？心里先，出到天官的边外，天官的看你，很神奇的。对呀，心里呀，心里呀呐，我把这个心里呀，心里个心呀，啊，心里个心呀。出家的，我站起来，泪水滴出来。出家的，能够有经过主关联呐，啊，关联物加过来，他看明白了。这样，这不管你哪生，出哪生，啊，自己出地方生啊，你叫他出地方猫，啊，出地方猫的这样那样，出哪生你哪生，哪有经历呀？心那里那么经过看明白。对呀，只有人出来了，心里去，能找我心吗？找我心，这个是心，啊，那个毛去毛杀了，这一单是心，看起来，这些，啊，你要去，这个把
觉得彻底能好，那就能好。因此呢，因就为了安尼呢，就将我来的呀，就把人带上去，因为过去心烦也太多了，啊，还有些这些嘞感情哦、情绪哦、感情哦、情绪哦。老年天灾的这个天灾啊，天灾人家也在下回去讲了啊。那为什么会跌线？因为跌线呢，你靠数据叫老大家讲，关注最重要，关注的是标标，那得标吗？那叫体内不理亏，这个叫科数理啊。那靠数据可以出大钱。那叫理亏的，心脏、心肌的担心，担心你那，你像我刚才提前的心都爆了，都死掉的心，心肌光顾那老人家，不管吃了喝就拉肚，哎，老人家哎，不管是也很多理亏的，不理亏，哎，根本就看病了，他不是个人拿出来呀，你都不管在这里处理，啊，啊，他们一般不管在这里吧。卖完车，他可以接给，哪接给你用去？他哪接给你用去嘛？给他没得了啦，就给你用出去，这就是出去门口，花点钱了嘞，好。所以讲啊，咱们心心多多，用住这点多钱，用到这点的心多多，心这点的，所以危险啊，用点钱。啊，另一个基金啊，大家都在用的，肯定是基金做的啦。我们给你讲，是谁基，是谁领导的，你晓得？这些都是做的啦。啊，我过来了解一下，啊，套现金可以吗？套现金可以吗？那没事啊，直接套现金的呀。好。主要工作一点，比较一点，还有，那我和工作的目标是差的，对吧？是差的，不管五天一觉，一觉才能说天明地明，天疏影不明，就在天明里，所以一定不能这样子，还经过这，经过那里，天光，天外面光。去年五号，去万宁的出去，那个什么，啊，这万宁的出去在做地产，都装在那里，也就是这个地产，一个是不给地产的房产的需要，是，哦，啊，咱这个所以调的是啥？其他的万宁工厂所在是天津啊，是天津县规划。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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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是第二个，他是满的机关，让我们的子女呢，啊，这里是谁是你们好，啊，那么在，这个是哪？天官的哪？啊，是谁是你们好？是。天性，声音，体验，啊，灵性的注意的状态，所以三天的话，提供什么？是三点一块，对烟贩的便宜。
到孝，啊，不一样算到心，算到到心，显心心不管，显心心不管，啊，这个显心心的上面嘛，显心心不管，也叫功德，啊，那个祖先嘛，祖先的这个功德，啊，你给的精力不要白看。台湾是五年至五年这个吧，少了年至五年啊，少了就要进来这些怎么进来的呢？这关系造型不俗，天命之本，天官系啊。现在在不提高好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兄弟陪老是关系还是天堂，亲爱的家人，咱三道错误了，对有边关了，今天夜里呢，天有行有难，天有难啊，啊，天有也今天天有了的，那天有这边关，啊，天有这边关来走了，啊，所以这个功呢，连前出去的也说来是三个一关的步骤，啊。三个五个开个五个前心前心心一段一段五个五好等关系延及一年重要就能这是延及一年这一些工作几天全天当年二年五年不要交流这是延及一年这是一切重要好一切来也重要啊，重要的要是
回这个弦律这个弦又妙啊，妙的方面是难在那难在性灵出去化缘分，所以你在啥话呢？那你给观众，你们是一点观众化缘分，你出不去，也出不去，你那你要看 CC。没关系，化学不是很简单。考我，啊，一个外边的是分解的，这里是也是去接两边的是，啊，这偏偏几个，出边几边，出边几边，这边几个，左边右边的，啊，没关系，好清楚这句话，你现在。Thank you.
都叫安乐，天就是咱的万事，就是上面的人叫来解决。上帝所分明之地呢，啊，真理写的，无私。
协助你刚刚你这个打包协调的单，有没有后面没有有了啊？无香无草无声无气啊，哎，无甜无香无什么的，这是一道流明星光，只要一道流明，没关系。Thank you.
这个是近代的，满联近代的联盟，老百姓把人民压得几千万人嘛，所以他主要是呢来破解新爱为底个心底个心，所以在人中间呢底个心嘛，不是心呢，而且是的。一定要把你啊，出去搞爱情，或者是出去搞爱情。
咱就叫人，如果讲有影，咱就到外国那去旅纯然是
许多英雄如此也得，也是也得是心心理啊，心理也是得。客户的话呢，就叫他客，他发出去哎，很高一点，那金贵的才好啊，多看多感谢。嗯，来是这个经过咱的观念啊，哈，观念咱看一个道理，对不对？对，我先说这一点的，经过咱的过来的，第三个节，看看这个，嗯，看到那些，这是一个，这是。好，现在呢，我们就是这四个里面是一个，那关键是不能要，不要多想那个，啊，反正因为原来的这关键是咱天不能那个那个原来的嘛，啊，啊，也好影响，也好那个推销文化，所以啊，如果这个不行，应该呢，肯保证我们。是咱们本性变高了，也是那些心加心呀，这些本性都是在路上在走的啊。因为呢，本性是无奈，无奈，这是那做花酒，那做花酒在那做老板呢，啊，无奈无奈。就是语言，语言，啊，不加说法文，语是最高，啊，不加多语，叫语言啊，记忆啊，记在最高，啊，在高度在后面，把所有学生已经讲全了，其他的语言不难。那么呢，你说普通俗的话，
五颜五颜三五红色。很多人觉得啊，一切的红木红竹是改来的哈，啊，五红色啊，五红色和五红色去改改它，啊，安尼啊，安尼那个五颜三色你最好搞，啊，五颜三色对，哎，我最近是在现在咱地方都开个来中所看到，好，我们这样子，你拿出那个金属，直接来掉嘛。所以讲，咱师尊，师尊咱当时说说师尊啊，即讲话去，伫宋朝咧，就在道家的地主啊，道家五常师娘啦，五方五缘师娘啦，迄个时阵啊，年轻啊，把这些观念啊，肯定他。那这样讲，我就知啦。我说天灵盖，啊，天灵挂的这个，天灵的挂，啊，天灵盖，啊，这个是一个，所以讲起来最清楚啊，啊，从点到点，点到点，点最平庸啊，各方面的那个方面最平庸啊，都不对呀，啊，从点点点点，一个点点点的这个方，好多都看不出来的。你到底靠化学的啊，能理解啊，咱去选择啊，事情去让他对你有信心啊，他听说在研究那个啊，有信心的嘛，哎呀，太可惜了，上万步了，只有上万，以后上万步啊，就让你能得到他准备的那精品一点，精品一点上万步不要太低了，不是上万步的人，啊，哎。哦，所以你看，那么佛家就是灵丹进化半道，哦，魔域进化半道，比较代表性的一家啊，我们在灵丹这东西，哎，就是，我们这种叫呢，啊，五颜三，五红色，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半道人才，这种灵属啊，这种灵属看新的灵属的这个。啊，这个民族那个文明，他和我当地称为这个啊，无面说，无旁的色啊，对。那再来一个话，那会有天官呢？啊，会有天官，这是什么？在做，这个我们记住了。这个叫做文明啊，在这个方面，这个重要性，那不是的，要点，那条件要开一点，你活得要开关，这个哈，所以我这个钱，因为咱们空间的生产力那么高，没空间给你，那家伙没管你嘛，准备到了，没到了。那么这个观心灵性呢，就是很难的观心灵性，好，那么这个观心灵性是上帝降临最压中心部位的这个呢天魔，人然。是人人今天所苦所不明，啊，那个叫观心灵境界，观心常摄取留下来，你不要把摄取放在外面啊，当然看了这个观心来就那个来宾呐，从道界的身上掏金金掏出来的，第一步的金金掏出来的。高速接出来，轻轻靠把的，五千，啊，五千，这五千的这个关系的名啊，哎，
这个是啊，民主靠大的经验。嗯，人家嘛很多党呢，这个啊，也搞了很多年，我绿色工程就非常好嘞，上面都有人来。其实啊，领导的最重要，真系民主靠大经验，靠自己脑袋。啊，人民民主靠大，人心靠自己。哎，精英啊，精英靠本，这些训练的背景，训练的背景，精英靠本。嗯，其实啊，他都，那他只要有干部啊，全部干部啊。哎，哦，只要有一些要保护人家，这些人家的关键点的是需要我们打理，啊，优秀的。相对一些华人的干练那里叫做困难，哦，所以话来用两个题目，天、里面加几米一分钱，天是相对，面就是干练，面对不对？所以这边就讲天古地灵，天灵性，所以固然啊，古有的。啊，固然讲，古天说父母之言，父母，天呐，上天父母之言，这里就是感觉很富裕，这里就是在境界，境界和境界之间在交交换，了解没有？所以这边就是，你看这个问题，现在。啊，我有这样的问题，今年上个月的你们在今年的你们啊啊，不是那叫做谁？这个呢，我一个什么？没有。这里我问你好，你做啥的？啊，你嘛最近啊，那个就业上在那个啥，做干了，去做呀，今年对不？还有你。在底下听一下，我也有，我的看法也要发现，每个人也有我的那个理解，听一下，对吧？哎，是天命在底下，这个现在这是天命的，一那是不是天命活回来？这个是什么？气机机械，很重要。所以爱情情要摆正点，他的能量得正确得稳定，这得正面来调整。他所有的点，点就是稳定的点。其实这是需要你的干练天赋基础，好，全都在底下，还是天赋的。关键的是出入之门啊，出入之门这个地方，出三月一日，你是出入之门嘛？回到出入之门。那你光能帮他帮忙吗？应该得在一个谁去解决？好，这个三岁呀，就是我们现在这边三岁，你注意一下，注意了解吧。三岁呀，你看啊，咱们拿英雄来讲，以前来看呢，你看。新疆的地方我自己的好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也都新疆的地方都是讲新疆的地方好
那么我怎么要告诉各位？尧舜相传的，尧舜禹相传的经呢？人心为鬼，德心为民，爱熏伤害，爱刮伤害，爱熏伤害，爱伤害。嗯，熏伤害都熏伤。心不心，都去拜山；心不心，去拜地。尧舜禹相传的经文啊，在地里哪有人代表你熏伤用好？所以我们修道如果一条就消，条就消呢？一去迷恋浮躁，为身利啊，那这个就解了。这些人咔嚓打破。嗯，人心不一样的，爱不爱？爱心。德心你，德心吧。你要你就会爱他爱心，所以这些人的眼光改变一下。改变呢，观改变观，好，所以观呢有点出个劲，出个劲的，可能讲到了领导领导非常好，可能出去的时候，你觉得组长感觉爱出来一点。处理爱做上的，就把爱做上的。那我们大姐姐说了，出的太好，那出的太对了，你太好了，你好出对了，好对了，再给你点点不如了，这就出去了很好了。女士尊上一心，你来对爱好，出去尊上一心，出去爱呢，是外机会带人的啊。咱这个关掉，这关掉，好，所以啊，咱不等于这个，等于有这个心情啊，啊，所以我想，就靠山就我想，我想你就你再就会靠山对吧？所以这里我不管，这关的是出去的嘛，啊，那么呢，咱就嘛，咱化解，做一个化解。
你这个长期的，这个长期的是重要的，这个长期的是重要的，这个长期的是对的，这个长期的是对，这个长期的都是对。回来不是，回来不是呀，回来不是呀，回来。这个应该在运行，那个压力来源就是我们人吧。